来自于美丽的七彩云南，非常感谢董老师能够让我在遥远的斯德哥尔摩能够听到来自于家乡的声音。中国文化古老而博大精深，广阔而底蕴深厚，敦煌艺术呢，更是人类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迹瑰宝。下面请欣赏中华古典舞《敦煌》，表演者中欧文化协会舞蹈老师孙元。Please join us to welcome the dance teacher Sun Yuan from China-Europe Cultural Association with her Chinese classic dance, 敦煌. Let's welcome.孙元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舞蹈，下面有请北欧科技艺术中心会长 IT 专家高颖书为大家带来小提琴演奏《一条大河》。 Now let's welcome the violinist Victoria Gao from Nordic Science Arts Center to play violin solo A Large River. Welcome.对的，好，很高兴这个今天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来表演啊。这个雪飞告诉我的时候是一个星期之前，其实我的小提琴已经很生疏了。我要是啊，就是拉的，我不是非专业的啊，就是说如果要是有那个什么，你们稍微包容一点啊。好，先给我来点掌声。Thank you.
谢谢高老师的精彩表演，咱们的瑞典华人可真的是藏龙卧虎啊。中欧文化协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呢，也开设了拉丁舞的教学班，为会员们的业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下面有请编舞老师李思超和学员们为大家带来拉丁舞表演。 The dance teacher and members from China-Europe Cultural Association will give a Latin dance performance. Let's welcome the performers to the stage.大家好，我是李思超，我是拉丁舞协会的舞蹈老师，然后今天是跟我的学生们一起给大家带来一支舞蹈，可能不是特别的完美，像一个演出，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对舞蹈的热爱，你们就看热闹就好了，看着开心就行。就是一种就是平常生活的态度，每个人都可以来跳舞，教得好。欢迎你们每个人，如果有对舞蹈有热爱的话，都可以来拉丁舞协会来跳舞。我作为会长也再说一次，那个非常感谢李思超老师为我们进行了一年的这个拉丁舞训练。这一次呢是他最后一次在我们这那个表演，所以呢我们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谢谢，谢谢。好，众所周知呢，我们除了那个拉丁舞教学班，还开设了太极功夫班。今天呢，我们本来是有太极。